Fuck! Quoi? Quoi là? Allez, bon, je vais! Quoi? Quoi là? Quoi? Bisous! Quoi là? Quoi là? Quoi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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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uoi?小鬼子泡在这儿富裕啊，跟下饺子似的。哼，咱打吧，当然打了，田大爷。是。我让小鬼子好好的吃一顿早饭。田大爷。是。预备。放。剩几发炮弹？还有一发，一发，不省点用啊！啊，这打的时候你比谁都高兴，你现在咋赖我呢？是田大，田大啊，是。啊，隐蔽，隐蔽。咱已经暴露了，快撤吧！不行，我跟你说。刚才呀，我看见小鬼子弹药库了。我这一炮，只要把小鬼子弹药库给炸了，那他们肯定会全线撤退的。那样的话，代县也就安全了。哥呀，娘，咱们又让炮火包围了，再不撤，兄弟们真的撂了去。要走，你先带着兄弟们走，我在这儿。不行，咱们把你一人封这儿，太危险了。还有啊，连长，小鬼子摸上来了。铁刀，带着弟兄们把小鬼子给我堵住。我打完这一炮，马上追你们去。快去！是。弟兄们，跟我来！快，再快一点！你们带着大炮往那边走，快！亲自出手还能咋样？把小鬼子弹药库全都给炸了！哎，扛得住吧？哥，说实话，刚才是我急什么？是我连累了你们。哥，你说的啥话？你凭着一门炮干掉这么多小鬼子，兄弟们跟着你死也值。好样的，不愧是我的兵。来，把机枪给我。
将军，前方第二梯队来电。您。嗨。第二梯队于今早6:30，在中国代县外30里的驻扎阵地，忽然遭到中国军队炮火的准确打击，士兵伤亡惨重，弹药库被摧毁，进攻代县行动被迫取消。八嘎！中国军队怎么可能发现我们的驻地？根据前方第二梯队的来电，偷袭我们的是第18集团军独立旅33团的炮兵部队。让直野胜男来见我。嗨。第二梯队的损失你要负全部责任。师团长，春木侦察组的侦察一向全面，八路军33团不可能有什么炮兵连队。这是第二梯队发的电报，你自己看。第二梯队这次遭到了重创，这样的战斗力你还要坚持说他们没有炮兵部队吗？将军，我们的情报一向准确，八路军33团怎么能配备炮兵连队呢？第二梯队发回的情报上写得清清楚楚，如果不是他们配备了炮兵连队，那第二梯队所遭的重创如何解释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八路军怎么可能建立一支有如此战斗力的炮兵连队？医生，救人呐！医生，救人啊！医生，快快快，救人！救人！送走人质！快快快，去叫李医生！好。哎，在这儿等，在这儿等。大夫，这是我们连最好的战士，麻烦你一定要把他给治好了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医生，医生，救人，救人啊，医生！慢点，把人家射出去，大家让开。李医生，李医生，来了一个重伤员，在手术室呢。快，准备抢救。好。小张，帮我看着点。报告连长，那个有紧急情况。怎么了？团长让你马上去团部开会。我知道了，你在这儿盯着，出现什么情况的话直接跟我汇报。是。走吧。是。